你为什么想跟我复合呀？因为我爱你。都跟你一天了吧，差不多。要不然你过来坐，待会儿不行啊？信不信他来了又在跟我说复合的事儿？哎呀，人小杨正经人不错啊。你嘴人家有个合理的方式方法吧，是吧？给个面子啊，别拿回去。杨，再给我带回去。没事儿，他让你过来的。来，过来。我就怕到时候跟我说复合，哎呀，给个面子行吗？好好的，别扯淡了。我、啊，不是，你他妈有病啊！有病，我就是有病。我想你想复合都给我想的有病了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宝贝，好带你出来，我们干嘛呀？好，以后天天陪你玩。我一定努力好好挣钱。看看吃什么？太贵了，我要喝的这是。哎呀，吃吧，我发工资了，我请你。没什么不用，喝的这是。那我看看啊，那你要说不用的话，这一夜全给你。为什么想跟我复合？